出，原编预算是8亿4114万6000元，追加2943万元，追加后预算数是8亿7057万6000元。退休抚恤支出，原编预算19亿3918万7000元，本次没有办理追加，所以同原编预算数。警政支出，原编预算17亿5251万3000元，本次没有办理追加，所以也跟原编预算数相同。债务支出，原编预算1亿7700万元，本次也没有列入追加预算，也跟原编预算相同。其他支出编列3亿2685万元，本次追加5354万8000元，追加后预算数是3亿8039万8000元。以上总计172亿8325万8220元，那本次追加5亿2142万5000元，追加后的预算数为178亿468万3220元，请各位预作翻到次页。接下来这个部分是要报告这一次的追加减的一个税出预算的一个施政重点哦。那最主要罗列总共有12项的一个比较大项，就金额比较大项的部分，我们罗列如下哈。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公务处的2010年度污水下水道建设计划第二次经费调整案，追加8830万元。第二个部分是公务处的全市道路维护工程，追加3567万9000元。第三，产发处成功市场客梯、货梯及手扶梯更新工程，追加1200万元。第四，交旅处的2006年基隆屿游客游憩设施改善工程，追加6100万元。第五，交旅处交通部公路总局补助本市办理2006年度公路公共运输多元推升计划第一波申请计划第二次补助营运亏损补贴既有道路线38条，1900万元。第六，交旅处交通部公路总局补助本市办理2005年度公路公共运输提升计划第二波车辆汰旧换新2982万6000元。第七，都发处2006年度城镇风貌行塑整体计划第一阶段补助，追加2041万4728元。第八，都发处基隆港区廊带再生发展计划案，追加920万元，请各位议座翻到次页。第九，环境保护局办理南龙河水质提升及限地处理规划及细部设计计划之委办费，追加702万元。第十，环境保护局办理旭川河水质改善限地处理规划及细部设计计划之委办费，追加703万5000元。十一，环境保护局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补助本市购置电动密封压缩式垃圾车3辆，追加1025万5000元。十二，文化局大基隆历史场景再现整合计划，追加6573万元。以上为本年度的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支持指教，会予审议通过，卑劣各项施政顺利推动，谢谢。好，谢谢张处长。好，各位同仁，对于财主单位的报告，各位同仁大体讨论哈。如果在其他方面有一些这些的预算，这些各局处的预算，我们就审查到各局处的时候，我们再问。我们现在针对财政处跟主计处他们的报告，我们有什么异议？哦，也可以提出来。譬如像说，我想要问我们财政处张处长，你在报告里面有说行政院有核定补助104年度，现在是106了哈。那么灾害复建经费有5354万8000块，啊，抓一起报道到怎么到现在有钱财给我们？还是我们不是每年都有灾害准备金吗？那104年度的灾害复建的经费你是坐在哪里？另外我想说，大概我记得以前你跟我们本位同仁提过，污水处理厂那个崩塌，大概要将近1-2亿的钱啊。那现在有没有在做？哦，像这些事情，你跟我们本位同仁说明一下。
那其他同仁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我们请欧处长说明一下哈。好，谢谢主席。这个对，就是那个污水处理厂的外面的那个堤防的那个灾害准备的部分。那因为104年坏掉的时候，他们有补助那个规划设计费先进来，然后规划设计后来是1亿5000多万元。那因为行政院核定1亿5000万，那我们105年度的时候还有剩余6000万。然后再补助5000多万，其余的也是本年度因为它是陆续做，以本年度的那个灾害准备金的预算再来指引。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做好？没有，现在规划设计完，然后现在经费才下来，要那个公务处可能要开始所以公务处那天我们本位同仁去看污水处理厂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带我们同仁去看，说现在以前台风的灾害就是在这边，现在还在规划设计，还没有画靶吧？还没有画靶哈。好，各位同仁有没有其他意见？好，我们请张前议长，张王立张前议长。谢谢主席哈。在这里面，我看到我们主机处所说明的这个几个12项的里面几项，我要请教一下哈。咱的迄个基隆屿，我们花了好多好多钱在基隆屿，我们都知道每年都有台风，尤其基隆屿那个地方是周围都没有可以保护的。你做任何的一个游戏设施的改善，那都是我看做下去还没做好就开始风台给你打坏了。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在基隆屿投资了那么多的经费但是我们有没有得到相对的一个比例说咱岛主那么多咱的游客到目前为止好像基隆屿都还没开放还有什么蓝龙河跟旭川河这个环境保护局的提升水质我跟你说你如果蓝龙河跟旭川河东河大楼的那些房子跟旭川河上面的房子如果没有拆之前你那个水质再怎么去做提升都没有用都没有用了，那是浪费金钱了浪费公帑。所以我认为是不是能够说明一下。还有12项的文化局大基隆历史场景，我们在那里历史场景再现整合，是要把咱的基隆港以前说经过在战争的情景因为咱唯一的基隆的历史场景，唯一好像只有基隆港，伊当初那咧战争的时候，才有一挂历史的故事我们花了那么多钱，为历史重现那个场景，我真的是看不懂是不是再说明一下？谢谢。好，我想这个是我们等我们张前议长所说的这些大概是因为主计处的报告是这样，等一下是不是我等到我们审查到该局处的时候，审查到这笔预算，我们再请各局处的主管单位来报告比较详细现在不用去说那个，现在是先说财主单位的报告了，好不好好，那如果没有那没有的话，我们就照财主单位的报告，我们就来通过好，好，那继续，各位同仁，我们是不是我们先从我们106年度的基隆市政府的106年度第一次的追加警预算我们开始审了，先审预算，然后再审议案，好不好？好的话，那我们就请各位同仁，我们先要通过一个案，就是议案汇编里面的第二审查会第一案，那么。
就是市政府的第一次追加警预算，我们请议事组，我们先念一遍。基隆市议会第十八届第五次定期会暨第十四次临时会提案第二审查会第一案，提案人基隆市政府，案由简送本市106年度第一次追加检预算案，请审议。好，我们没问题哈，我们开始审预算哈。好，我们通过。好，那我们请各位同仁，我们先从税出开始哈，请各位同仁翻开追加检预算书的单位预算。好，不能就不能。那么2至53页，2至53页，基隆市政府税出计划说明提要与各项费用明细表，一般行政、厅舍管理合计追加预算数200万元，业务费追加预算数200万元，请审议。好，这个就是要请你们说清楚了，这个是包括要核定。我们要促餐的奖励金，包括金包里文教温泉会馆的调查研究及可行性评估的前置规划设计会，财政处的翁处长是你们的哦，不好，哎，我们行政处，我们杨处长，你说明一下，哎，那个我也要顺便问一下，我记得我们上一届好像有通过160万，也是要做这个哦。160万还是160万的130万，就是说要做规划设计会啊，干不行？没有吧？好，翁处长，你先说明一下，你休谈。好，报告主席，我先说明一下，那时候因为他有一个什么，一个什么龟子山遗址，我们是那个时候是那个规划费，要调查遗址调查，然后这个是要整个设计规划。我想说我两个本来是说等那个完，可是这样可能时间来不及，所以我们刚好有促餐奖励金。然后就委由行政处提出来，要这边的规划设计也一起，然后两边一起进行。以上报告。好，杨处长，你说明一下。这笔经费是那个我们财政处的那畜产师所补助的那个奖励金。那我们之前有跟畜产师要过要做畜产的费用，那畜产师说觉得我们这个时机还没有成熟，所以我们就先。动用那个财政处也是中央补助款，那我们就先做这个部分，先做那个前置规划，然后前置规划如果我们这边一定是大概就是如果现在预算通过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就委外发包，然后就帮我们做前置规划跟调查，那如果 OK 就是定调为到底是要做什么，因为他的目的是讲说文教会馆，那中间还有25%是那个旅宿业，25%是商业行为。然后到时候我们到时候会请这个规划公那个调查公单位呢，去帮我们做一个评估，就说什么样的规划是最好的，然后 OK 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设计的东西送到畜产师，再要求做畜产的补助以上。好，各位同仁，有没有其他意见？有哈，我们请张光立张前议长。谢主席，我倒是有一个建议啊，我刚刚咱起建物那边先前来做这个规划哈，我刚刚我们的层面没跨，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个案子哈，咱试出有意愿的厂商，引去规划，他们去规划。然后我们再来做评比。那当时呢，咱就感觉讲，多一间厂商，伊做起来条件是符合咱的基隆市政府。啊，无你咱规划，你规划也无什么效果啊，对不对？啊，你讲咱规划，咱暂未跨啦，哦，是不是这样子？你试出人有意愿的人，人家会去。因为去熊捞金嘛，因为我一面那走一面那走，然后我们再来做评比，这样子因为安尼吼，较会符合咱市政府啊，无咱吼，因为咱无遐尼侪人才同安迄度啦，啊，这个是我的建议，谢谢。好，有没有其他同仁？好，好，请杨处长，你再说明一下。对不起，我刚刚可能没有讲清楚啦，
我们现在这个费用是先做可行性的调查去评估啦，未来我们会刚刚有讲说这个完之后我们才可以送到畜产师就要求那个补助款来做畜餐的规划，那畜餐会做一些畜餐，比如说比如说应该是50年还是30年，或者还有什么条件，我们会做几个方案，就是在畜餐的时候然后再公开，就是有刚张前院长所讲的，然后由外面厂商自己把它比图，就是它应该就是 ABC 或1、2、3、4个单位来进来的时候，那我们再由从这边再做评比，然后就是委托民间来就是 BOT 啊，就是 BOT 来就是来试做来经营管理啦。所以当然就是刚张前院长所讲的，最后是走这个方向以上。好，还有没有其他同仁？就这一块了哈，只有这一块，我们大概有很多比土地是在那边哦，就是现在有温泉这一块吧。桂山遗址是另外桂山遗址，没收会，但同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做这一块是可以开发的。那桂山遗址他们现在在继续在做调查，就不冲突啦。一调查他的地方跟我们现在做基地这一块是不冲突的。是拢离咱的土地来，对，就是那在。桂山也是，但总面积是很大了、啊。可是我们这个在基地，对啊，就是这么温泉一点，对，就是你迄地，包括你这个内底，桂山、桂子山啦、啊，是包括你这个大路边啊，这个三角塘啊，这个温泉。就大路边啊，这三角塘。是啊，吼、哦。地震处可能较知影啦，伊知影土地伫倒位啦。没有错，听过个。唔是啊，这我蛮奇怪。在这路你拄在你讲到，无钱是安怎去当时去挖留遗址？遗址是怎挖的？你即摆通过顶年通过的钱是，恁讲要去调查这个桂子山的遗址啊？啊，是啥物人知影伊在挖遗址？咱市政府地，咱也无去顶当，啥物人去挖留？我保证就好啦，就我。你讲看卖。他们新北市。就是之前就已经框列这里有一个桂子山遗址，所以说在调查这个块，就是要桂子山遗址要做一个规，如果调查出来有遗址的话，要做公园，遗址公园。可是它桂子山遗址这一块跟我们现在讲的这温泉这一块的基地是没冲突的，我们这一块是没有划在桂子山遗址里面的，比如它整块地是1公顷多了，可是有一部分是桂子山遗址，那我们这基地里面不在这个桂子山遗址来对遗址来的，所以我们等于说，我们走我们的文化局走他文化局的，他没有冲突。简单讲，我是讲，阮顶摆阮捌去看过，阮的财政小组，阮捌去现场看过啊。那时阵伊也变，阮拢嘛知。我即摆是要讲的是讲，你唔知怎样啦？张东龙张市长伫的当中哦，我对去像阿里阿姊，咱有可能拢知影，有敢若有通过一笔，敢若唔知300-300万啊，100-几万，就是要去。就是讲要做一个顶边就讲到钱嘛呢，顶界就讲到钱嘛。迄当初咱通过，刚才唔知通过一100-几万，就是要因去迄当迄人啊，咪带一个单位去讲要启动。即不甲当，即摆过来佫编一个预算，要过来弄一个什么桂子山遗址啊，即摆都佫编列。啊，这200万呢当然是无问题啦，这补助款对无？再要过来都弄可行性评估，我记当初那顶界就是可行性评估的百六万啊，百三万飞机啊哩。好，我们请张汪立张前议长。谢谢主席哈。其实我是建议我们市政府哈，咱的土地要用心去照顾哈。其实这块土地哈，如果那无我甲咱市政府。赶紧甲咱讲，人迄块土地已经要甲咱规划成，吼、哦，迄当阵啊，敢若是公园用地，咱阿个拢阿个咧困啊，咱拢唔知啊，才赶快去提出来，啊，无咱迄块地就去用规划公园用地甲停车场用地啊，所以这么好的这个黄金地段吼。哦咱拢无去好好啊去照顾，哦，所以吼、哦，我真的要提醒我们市政府，哦，那块土地也已经被当时的一个姓什么，姓柳还是姓什么，他们去挖了几口那个温泉，
淡水的那个有一个温泉会馆，是专门从我们这里的温泉载过去的。人家钱是赚多少啊？咱都不知道。所以我就希望说，我们如果要真的要来做这个规划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做规划了。咱做，因为那块土地确实是一个黄金地段。你讲龟子山，那叫做古阿山啦。啊，其实古阿山的遗址呢，那条路所有的那一条路，通通都是市政府的土地耶。咱一块土地，好好的土地去用破甲呢四分五裂呢，啊，咱拢无意见，我们都没有意见。当时要把我们规划成那个计划道路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提出异议。啊，但一条路已经去用弄个安尼散妹妹啊。我们不只是这边呢，我们那边还有哎，那那边还阁有呢。咱是一块完整的土地去用对中安尼给咱串过啊。真的，实在是想起来嘛是足心疼的，哦。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土地吧，谢谢。好，宝贵意见了哈。好，那其他有没有意见？没有的话，那我们通过，继续，请翻开。2-57页，民政业务一般行政合计追加预算数100万元，业务费追加预算数100万元，请审议。好，没问题。好，我们通过。2-58页，民政业务提高原住民生活素质，合计追加预算数118万9千元，追减预算数22万4千元，业务费追加预算数5万元，追减预算数3万元。2-59页，奖补助费追加预算数113万9千元，追减预算数19万4千元。2-60页，请参阅，请审议。好，我们。好，我们先请杨市长杨议员。我觉得这个2-57、58、59跟60一起审哈。好，我是认为说这个名称哦，它这个计划名称呢，这个写的是不大好看呐，写的是说提高原住民生活素质，感觉好人感觉讲咱原住民的素质较低，是不是安尼讲？是不是安尼讲哈？所以你的名称哦，好的时阵，感觉卖安尼写吼，恁去研究看嘛，看卖那写较好哦。无，头人感觉讲咱原住民的素质足低，唔是安尼哦。我们要提高怎么样的，什么东西都 OK 的，千万不要写什么生活素质啊。以上，谢谢。好。好，我们陈议员，民建没问题啦哈。好，没问题。那我们刚刚杨市长杨议员讲的哈，你们再想想看看，不要有一点点让人家感觉不舒服的实际哈。好，没问题。那我们2-57、58、59跟60，没问题，我们通过。2-63页，一般建筑及设备，民政设备。合计追加预算数275万1千元，设备及投资追加预算数275万1千元。2-64页，请参阅，请审议。好，2-63、64，没问题，我们通过。2-67页，一般建筑及设备地震设备合计追减预算数26千元，设备及投资追减预算数26千元，请审议。好。这个追减了，好，这个追减26000块了哈，配合立法院删减的预算数，所以再做删减哈，没问题。好，我们追减通过，我们休息5分钟。
好，请各位同仁就坐哈。各位同仁，我们继续审查基隆市政府106年度第一次追加警预算。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请各位同仁翻开2至71页。好，请议事组开始。2至71页，农产管理与辅导业务农产管理合计追加预算数65万元，追减预算数184000元，人事费追减预算数8000元，业务费追加预算数65万元，追减预算数17万6000元。2至72、2至73页，请参阅，请审议。好，各位同仁，2至71、72跟73，没问题。好，没问题，我们通过。2至74页，农产管理与辅导业务农会辅导合计追加预算数361万9000元，追减预算数就61万元，人事费追加预算数45000元，追减预算数10000元。2至75页，业务费追加预算数353万4000元，追减预算数60万元。2至76页，请参阅。2至77页，奖补助费追加预算数4万元。2至78页，请参阅，请审议。好，2至74、75，有没有问题？好，我们请张耿辉张议员。谢谢主席啊，我想。2至74页啊，有关这个基隆市那个中央补助的基隆市的有关这专案经理团队及设计的培育计划，那个林处长上任以后有没有了解这个成效怎么样？你等一下报告一下，看这个到底这个什么经济团队是在做什么？基隆市来讲，休闲农业目前我看的话。当然了，你要接手的话也很困难了、啊。很多市库边的预算又少，中央补助也不多，你这个团队是要做什么？你等一下报告看看哦。好，还有没有其他同仁？没有的话，那就02至75页下面305万，包括基隆市农村总合发展计划以及基隆市专案经理团队与社区人力增人培训计划。145、160万，这两样一起一并报告哈，包括在内，好不好？好，我们请林处长。跟主席啊各位做报告哈，有关你那个农村总合这边哈，主要的要工作是计划资源准备跟农村综合发展的一个政策规划哈，另外就是那个成立那个专案办公中心哈，还有景观走线规划，还有产业振兴活化的规划哈。那另外那个基隆市产业经营团队设计能力那个倍增培训计划里面是要做的是协助专案管控及智库幕僚等业务哈。那另外就是增加办理那个真人培训作业哈，推动整个社区的一个人力培训跟一个相关的一个业务哈。那协助那个农在社区业者哈，职能提升跟强化营运基础哈。那第三就是要做那个行销宣传这些作业哈。那陈主刚刚那个一座所提到的哈，确实的这些区域哈，当然预算编列是比较少了一点哈。那我现在也是在重新在那个对整个区域的一个做一个盘点哈。那后续会有一个规划出来，那我们再来寻求更多的一些那个资源的挹注，因为这个区块啊，总共大概有那个将近600公顷的一个土地哈。那整个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元素是蛮适合去经营，当然可能是朝比较朝农业休闲方面的方向去做一个规划哈，这样会对整体的发展比较好，因为整个统计的一个数字在这个区块的目前的一个产值，农业的一个产值大概是那个1.6亿的1.6亿，那目前的那个服务就是刚才所谓休闲那一部分，我们把它统称叫服务的那个大概是1000多万的一个产值哈，所以说这里面服务产值这边其实可以再增加。那农业部分哈，因为受限于整个山坡地的一个还有这整个气候各方面的因素哈，
那边会产值要提升比较有限哈、哦，所以我们大概后续的规划可能会在整个休闲农业这边做一个全盘性的一个考量。那现在已经着手在进行，那现在这些预算哈、哦，其实是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前置的一个规划跟原来的业务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那个经费了哈，所以请各位议座能够多多支持这里面的一个发展，谢谢。你安尼酷酷少，你嘛爱加油啊！嗯，好，我们先请杨思成杨议员，再请张永威议员哈。这个77页，这个0282，它车辆及办公器具养护费，它就增追加25000，但是我看它的那个内容，它说明里面的，其实好像跟这个车辆的一个办公器具养护费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它那说明里面现在写的是配合国土计划推动。这个农业资源空间规划计划，而呢，我们市政府还编内20000块，中央才补助5000块，这个到底在请什么，申请什么东西？怎么会有这么少的金额的补助呢？而且计划内容跟你原本的用途别的这个科目也不相同，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谢谢，就是很奇怪的一个计划，谢谢。杨司令杨也报告还没有到那边呢，现在只有到75页哈、哦，好，等一下一并说明了哈、哦。好，我们再请张耿威张议员。谢谢林处，谢谢主席啊。处长啊，因为感冒哈、哦，那个我建议一下，那个我们主席有一特别话，那专门治咳嗽。上一次在中药店呢，上一次我咳嗽也是他拿给我的，蛮有效的。那也感佩你的精神呐、啊。不过你刚才念了半天，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真的、啊，你主员工都要告我贵过你啊！11月我就要验收你。事实上，整个休闲农业来讲，你现在编的比我们市库的预算还多，你知道吗？我举例来讲，上一次我也说山坡地解编，要发展基隆市的观光休闲，你现在去看礼拜天呐、啊，我们基隆市的几个休闲农业景点呐、啊，几乎客满。其他拢玩玩玩，去后花园里顶都会拢来。这些发展地方上啊，大家拢乐观其成，虎位都一样啊，不分党派。但重点啊，其他呢，我在几次的会议都会讲，水晶酒、水南东啊、高文啊、金龟酒啊，包括我们附近的猫空等等，那一些的话。假设要政府的一些规格的话，跟法条的话，往往都拆光光了。很多啊，要有魄力，就要背信无忌让谈。觉得公安事件没问题，你有时候啊，要大胆的拿出魄力来。火化发电，南工起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发展？连接专车都无啊。上次我叫你好好，你经理管，所以你要经理团队要是看看我们基隆市的休闲。你如何的去让这些有大型的停车场哪边是国有地，你是要找中央地委林务局一起共同来讲，一起来协调，让我们基隆市可以发展，连停车避车道都还缺乏的话，要发展什么？还有你的行销，为什么土地不够大，你怎么去行销呢？米亚进不济，你听无？李爱宏。我们基隆市的休闲是小而美，所谓小而美的话，你要整套的说，今天一个游览车哦，就成了我们交理处的处长啊，时常说，隶属地方啊，四千人都存啊，恁有法度去给吸收不？这你要给配合啊，我不要讲，跟连接规划连接现在都没有，怎么去吸收？民宿还有民宿住宿的，这一些你要积极的做。下一次我是希望听到你未来整个计划包含，火车下车以后，其实当时我说转运站就是有这个意味了，啊，虽然水晶酒接过来，
九份那边拉过来，拉到对方，对方那个科海科馆再拉来，我们是做转运站，直接就回去，也不要车辆，直接都在我们市区里面晃来晃去。普悠玛自强号现在七堵站都蛮多的啊，对不对？你要做整体规划，你要向市长报告啊，不然都把你讲的，我们在边啊，我们包括郑也在讲什么，他也在问我，我说我听不清楚，你要做什么？所以说啊，希望因为你刚来啊，还跟你做考验一下哦。十一月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报告，不然到时候你要罚站哦，对不起基隆市民哦，哦，好不好？大家一起努力啊！我是知道你是有心想做的，不过要先请大家请益一下，好不好？这里面的很多都很资深啊，至少在这边李明跟我们反映也蛮多的啊。不耻下问啊，你又会有长进。然后我就希望啊，大家一起为基隆市的观光休闲好好做。你会后啊休息的时候去问那个我们主席啊，很好的先导。我看你一直咳嗽哦，好，以上我的建议。好，保卫舰，接下来我们请秦真秦议员，再请施思明议员。谢谢主席啊，我想请问一下哈，这里面有两笔委办费，但是委办是中央补助，我是本人对经费是没有意见，但是我要了解一下内容。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央政府补助基隆市农村综合发展计划，那这是106年1月24号的文来，我要请问一下，他发包出去了没有？委办到哪一个单位？那他委办的实质的他的发展的计划内容是什么？我想我们必须有需要了解，不然的话，你发展的计划跟我们当地的地缘或者我们的所谓的产业不相关的话，我想这个计划的发展计划的委办是一个浪费的哈。第二个，还有中央政府专案管理经理团队与社区人力培训计划，那这是105年12月的一个函来办理的，那我也请问是委办出去了没有？委办是哪个单位？那再请问一下，委办出去现在这些经理人团队，他未来如何的来倍增所谓的人力计划？这内容又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应该有需要去了解，不然的话，光钱给你了，那不知实质内容是什么，那钱也是给的迷迷糊糊的。所以希望我们采发处把这两项的实质的内容的一个看处长能说明，就是不能说明是不是不书面的，因为我看我们处长今天可能身体也微恙了，假设你今天没有办法一直说明，是不是事后我们会务大会的时候提送到我们大会的观众议员了解？谢谢。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施世明施议员。谢谢哦。我想林处长哈，你刚就任不久哈，其实基隆市啊本来就不是一个以农立县的一个县市，长期以来啊，我们在议会审查预算啊，我们所看到就是说啊我们产发处这边啊，经常是有很多啊我们的农作物啊都是产值偏低，然后啊这个辅导的辅助啊补助啊都是偏高的。前不久啊说还有什么农作物啊全年的总产值啊才十几万，结果我们要编列啊20-30万啊以上的啊这些经费啊来办理一个活动，我觉得就是说很这个非常非常那个啊没有比例原则啊，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一个问题啊。像这种事情呢、啊、这个活动都可以不要办了，活动可以不要办了，那我们在这边大力在推广啊什么农村总和啊发展计划也好了，专业啊经理团队啊以及社区啊人力的这个啊真人的培训计划，其实啊成效都非常有限，我个人觉得就成效很有限。特别就是说现在从事农业工作的啊越来越少，过去的农户啊年纪越来越大啊，愈来愈侪已经做不法了呀，恐怕他的那个啊他的从事农业的这一些啊这个区域啊他的产量啊就越来越少。年轻人够不被讲，少年家不被讲，少年家宁可啊去啊都会区啊去那22K 啦23K 啊，他还未必啊愿意啊到啊我们的这个七堵区啊我们这个啊这个需要从事啊农业工作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
很大的危机啊，特别是啊，往后几年啊，食物短缺啊，将来啊，是一个人眼的危机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农作物啊，都是啊，你讲什么这个是有基因的啊，所以现在有的很多农作物都非基因的哦，哦就会，这东西啊，完全啊，这里啊，那个没有基因的啊，完全是自然生长的。我感觉讲吼，我们的农林行政科啊，在这个部分啊，真的是要大力推广，大力推广。其实我们的那个基隆市的这些啊，从农的从事农业的这一些人口是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萎缩。啊，我们啊，还是每年要编列那么多的预算给他们啊，但成效非常有限，所以在这个效率上面呢、啊。应该要着手加强一下，要加强一下。虽然这个有大笔的经费是来自于中央，地方也是要编列一些预算啊，但是我没有看到很好的效率出来啊，很好的成果出来啊。所以在整个总产值的方面，我希望就是说啊，未来能够啊大幅提升，未来能够大幅提升，不是每年在萎缩的。以上。好，报告意见。好，我们再请张景王张议员。谢谢主席啊，谈到这个农业的问题哈，这个基隆就是的最漂亮，而且土地最大是七土，我有当时蛮贵，那你瞧都快给他写哈。啊，当然如果要发展农业，除了七土以外，再就是软软，啊，应该是七土是最有条件的啊。但是七土为什么这个休闲农业？发展的不怎么好，原因就出在产量嘛。不然咱那个是有关讲过嘛。那你量家己来销都无够啊，没让我都过去外销，这是重点哦。还有就是说，你既然发展休闲农业，就是说看七堵地区的那种农业的特色在哪里，就是讲你农产品要生长的时候，有土地加还有水源或者说。气候都有关系。企图其实有一种产物是全世界有名，咱是无好啊去啊了解去啊推荐，叫做山药。企图的山药哦，好像跟巴西是还是哪一个国家哦，算上好的。咱台湾嘛是这个所在，企图跟孔阿廖一带这个所在，因为气候的关系跟那个地质的关系，还有水源的关系，也产生出来物件是上好的，但是产量不好些。所以为了要发展所谓休闲农业哦，除了民宿方面需要在法令的松绑以外，农产品的产量跟它的特色要提出来，不然基隆没去跟农业大县比哦，差太远了哦。所以那个我们那个张耿辉张也是休闲农业理事长了，就这样的话提出建议的哦。本来你都爱为你。你强的所在来发展，什么上强？山药是全世界哦，不只是台湾上好，是全世界跟巴西是算上好的哦。的品种哦，是伫咱家，保育证明的，保育证明的。所以就这一方面，我认为那个林处长，就这一方面要好好去辅导。啊，这有真侪条件啦，这直接无法度讲，有真侪专业的物件啦，哦。好，张永辉、张议员还发言了。好，请张永辉、张议员。谢谢主席啊！我真的在这边也感谢我们我的同学了、啊、哈，景王兄哦。事实上，他刚才也讲，本来我也不想讲，我感到非常遗憾的。说处长你上任以后，确实是要，因为现在桃园农改场啊，来这边已经也进驻好几年了，但现在山药啊。本来是较大块，即摆改良较细块。处长你也应该很清楚，而且大量的现在有，因为供不应求啊，从供应到那个刚才我们同仁也讲的对，大饭店的遐大饭店，就直接就打电话来订了，订了那个真的数量都供不应求。那意思是我们这边的山药，然后啊，台湾的维尔康就是我们。台湾基隆的马林地区的山药，刚才我们同仁讲的也很对，仅次于巴西，它的营养价值仅次于巴西。
所以说这个也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经费啊，你的经理团队怎么去行销，这些产量够不够用，这是说我们未来的整个处长你应该好好的来策划。因为咱的不管是立足笋也好，哦，我想咱主席够了解贵竹笋、栗竹笋，这中间它的抢手货、抢手的那个农产，大宗的对吧？那等你来讲的话，我希望说，在未来的处长，你应该通盘的，包括这些来旅游的，我有时候礼拜天的时候会去放一下，看看那个真的周遭的几乎都刻板，尤其放逸我们那边在那个岭南啊那些，甚至有下午茶那一些，台北的。后花园就是我们基隆的马林地区那个休闲农一带，包括我们暖暖这个，你都要统一的找那些经纪人来讲，那个地不够，我刚才在前面我也提到，你真的是好好规划指标啊，整个包括我们在网站，金甲那刚美书家除了猫空哎，猫空起缆车让他们那个，我们以后未来我们基隆都是有缆车的话，有空中走廊的话，等你有一日游的好好规划，对不？给人人啊，百姓啊，有钱通赚，这做生意有钱通赚，公司有他那些市民有工作做的话，我相信啊，那些有些年轻人就会回来投资啊。哦，以上在此的建议。好，还没其他？没有的话，我想哦，基隆市是这样的，农产品哦，当然是因为我们本身基隆市的。幅员比较小啊，大部分都是山坡地比较多了，啊，山坡地就山的比较，山坡地比较多，所以在一些培训，在这些种植上面哦，那么大概我们现在林处长也知道，那时候前一阵子好像金茂光工我们的山药的栽培，现在有专案处理啊，不然的话。稍微处理要开辟一下这些农园的话，那就用一些山坡地都拔卡拔手啊啦，你知影？所以都真正有心要落去做哦，专门要落去做，所以伊就用这落去共拔卡拔手，所以无法度产生遐尼济农产值出来了。那还好，现在大概林处长上来之后，他们大概有推动一个说以后。这些山药不包括农产品的这些种植哦，有可以用专案来办理，就不用说一定要用水土保持啊什么什么的要来审核啦，应该是这样。那至于说这些所谓的农村总合发展计划，包括这些经理团队的设计能力的培训，我应该你要讲清楚一点，不然我们同仁还是不傻傻啦。还是不傻傻，是不是你要起来再说，再多说明一下？这是不是这个委办会，是不是农会基隆市农会要给基隆市农会去办理的？应该是这样才是哦。好，你说明一下。跟主席跟各位一做报告哈，那个我先就刚那个车辆那一部分哈，配合国土计划推动农地资源空间规划计划哈，那是它的计划总的一个大名称哈。那我们在里面是要去看这个整个空间，势必是要到现场，那这有车辆的一些议题哈，所以说编这个小钱去做这个车辆及办公器具的一个养护费用，大概是这样来的哈。所以那个这部分是这样。那至于说我刚刚提到的一些部分哈，其实山药的一个品质就确实是非常好，只是说它的量不够。我们这几年也一直在那个努力哈，包括刚刚主席这边有帮那个说到的一个哈，我们在山坡地这些免就是简易的一些水保，或是说专案专签，让那个要种植这边会比较容易来做一个处理哈。那目前还有努力空间哈，它整个产量哈，其实还一吨多一哈，还有蛮大的一个空间来做处理哈。那个确实，只要只是单纯就那个整个这个农产品来看的话，
他就成果刚刚前面报告的哈，就主要是要诉求的是说，他的一个整个那个产量其实是很少的啦，哈，它产量很少，那整个产值全部加起来也不过是1.6亿，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基于说市政府还是要对整体的一个所有市民这边有一些那个全部都要去照顾到哈，所以在这样，不过我们后来我回来基隆之后，我其实到现场我绕过好多遍的哈，不是只有一次而已，我去跑过好多遍，所以我跑完之后，我跟我们那个内部这边在做一个讨论，做一些规划哈。那这些规划，因为毕竟没有几个规划不是那么成熟，我刚刚为什么没有特别报告，是因为规划不是那么成熟，我说那个就简易带过哈。不过假如说是那个，我们大概是以蛮地区历史悠久的一个煤矿哈。煤矿，然后它的铁道文化为主轴，连同在地的一个现存一些优美的一个自然的休憩的一个资源进行做一个整合，好、哦，整合一个动作哈、哦。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潜力的一些点哈、哦，来做一个串联，点对点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串联，哦，那这样塑造整个运动、旅行、亲子游那个游乐的或一些主要一个休闲的一个诉求哈、哦，大概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把它整个线串联起来，扩散到整个马林整体的一个地区哈。那主要规划的一个重点是，我们的特色产业的这一部分哈，是利用东马西亚的一个现有的公共空间去做进行一个改善，做游客旅行的一个集散地哈。那另外结合的是那个观光农场的一个生产，因为里面还其实还有一些观光农场，其实做得蛮不错的哈、哦。那那个这些农产品做一个展售市集跟社区活动，还有旅游信息等多用途的一个集散点哈、哦。那在人本生活的部分哈、哦，是要以那个公路旅行美学这概念啊、哦，做一个品牌设计的一个角度进行整合整个休区的一个起始点做。受整体的车型视觉的指标系统，好、哦、来做那个，那以强化整个区域的一个辨识性哈、哦。那在那个另外我们会注入一个深度文化的一个部分了、哦，透过既有的景点的串联哈、哦，串联区域内的一个生态跟历史文化的一个人行步道哈、哦，例如像那个日德矿坑步道、马西生态绿色景观步道哈、哦、等等哈、哦，来强化整个马林运动休闲的一个吸引力。那在那个热火旅游部分，我们就有临近的公路旁的一个村落做整体的一个改造，透过一个照明视觉，还有色彩跟艺术的一个彩绘等局部的公共区域的一个改造方式，来传达整个村落特色跟那个整个活络整个村庄的一个发展。好、哦，大概这是我这几个月下来之后，我有一些规划的一些想法。那这些想法其实它是需要预算。那说实在，我们这个预算其实全部都通过要做这些事也不够，所以我现在构思的是说，我要一个好的一个规案，我到时候要去提案，哦，要带中央要去提案，也比较能够人家虽然说，哎、欸，我是准备好，只是缺钱，那这时候就比较好办。他最怕的是我没有什么规划，然后就是只是要钱，那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说现在这一笔钱其实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我至少要第一步要跨出去，把刚刚我提到的这些部分真正落实，长出一个具体的一个规划案这样来。那现在案子是还没有发包，因为根本没通过，我们不能去动这笔钱，所以现在这些都没有，这些纯粹就是我们那个我找的一些那个过往对这边有经验的一些专家来帮我们做一些纯志工的协助了哈。那很期望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预算能够让我们通过，让我们真正再跨出去一步，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些事情。那至于说张耿议员这边特别关心的，我想我也是非常关心。我还没回来就这个位置，我就基隆就跑了好几遍，光马林地区整个我就跑了好几趟去看，我才发现说，其实我对基隆还真的不够了解。虽然我在这边这么多年哈，我去跑完之后发现，哇，里面真的其实还蛮大，还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说，恳请各位议座哈，多多支持我们这些预算。我想我们会很努力全力以赴来做这件事情。谢谢。好，我们接下来先李美玲李议员，再请游翔耀游议员。谢谢哦，也同样要请教产发处长哦。产发处长，首先要跟你说一声哦，
你还真的蛮诚实的，而且很谦虚，你真的是谦卑谦卑再谦卑哦。因为毕竟你都知道说你真的 不太了解基隆哦，然后多多跟那个基隆在地的议员学习，我觉得这真的很棒的哦，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那在这边呢，我想要请教一下2-75页我们编的一个那个中央政府补助办理基隆市专业经理团队与社区人力增人培训计划。当然这培训计划有一些业务费哦，也有一些这个加班费等等，我就不问这个，我只是想问一下这个计划呢，我们想要得到的成效是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是为了什么去，你这个计划应该是由我们提出来的才对哦，那我们提出来的宗旨是什么，那我们达到，我们拿了这么多钱，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未来我们能够帮助基隆什么，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谢谢。好，宝贵意见，接下来我们请尤强耀有言。多谢主席啊，这个基隆的那个农业的问题啊，基隆不是农业大县啊，都是些小农比较多了。啊，这不得工作几年，几乎每一年我们都会谈到这个问题啊，包括规模不够啦啊，包括是不是值得投入很多的经费去发展这一块，一个工作几年，但是都没有改善，成效都没有改善，产量少，居然是产量少，依旧产量少啊！我想政府应该是用一个比较新的角度的想法了啊。以前啊，我记得以前在这个大概在70-80年前的时候啊，那时候台湾是日本统治的时代，他们有一个口号叫做工业日本农业台湾，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他们这个政治就非常的清楚了啊、哦、他就在台湾积极的发展农业啊、哦、所以才有所谓的八田鱼做江南大郡等等这些水利的工程，这个灌溉的工程，造成台湾的农业从小农变成规模性的大规模的种植，好，这个转型是这样子来的。那我们基隆也应该是，这也是一个灵感，我相信是给你们的一个灵感了啊啊，比如说基隆，你也可以做一个重点式的发展嘛啊，比如说商业仁爱，啊农业就七堵，啊观光就中正啊，比如说这样子。这样那个重点那个目标是第一点。第二点，每年呢我们这个基隆的农会啊都会办一些这个展示啦、啊、促销等活动啊，大部分都是爱六路啦、啊、爱六路，但是我每年我都去仔细的观察啊，那个规模始终都是这样子的，小小的，好在人潮不很多，人潮很多让你还没东西卖给人家啦，好卡在人潮不真多啦，规模不很大，活动的规模不很大，很大了你也没办法应付啊，没物件，出去玩玩对不对？没物件，对不？啊，这证明了什么？我们常年预度了很多人力、物力、资源，它还是依旧没有起色啊，没有起色。当然，地形的限制。当然是个原因的、啊、但也不全然是因为地形的限制就不足以发展了，也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如果地形现在我们不要扯得太远了，你说阳明那些地方偶楼了，竹子湖这个小小山窟里面的小咖咖，交通还不是很方便，比我们的交通差多了，小小路两部车会车都有困难，每次只要有假日休闲的人潮满满，人潮满满，交通不方便咯。当然里面的有很多在地的一些那个小农在那边做生意，做得非常的好，
啊，卖一些地盐菜等等之类的。假如说你闭着眼睛想，这个哦，那是跟他遐个小农户底下哩做生意，底下哩做休闲的餐厅，还是特色的餐厅，会有那么多人去吗？我相信不会，因为这种地方类似的地方太多了，因为它大量的种植花海了，大量的种植花海是花海吸引人家去，顺便带动周边的经济效益的，跟一些消费行为的，这点你要思考啊。你说马林也好，优拉马后，你周边有没有做很漂亮的，比如说一些行道树啊，啊特殊，比如说樱花，我们比较特色的树木或者是花，对不对？快乐所在，你当下种什么快乐花？整个会是一种视觉上是一种整片的很震撼的，基本上人家搞成就方便的呀，就这快速路高架路弄给那搞啊，我们交通的方便性啊，比起地下客啊是方便一百倍啦，但是你们都没有吵起来，代表你们方向错了，代表你们没用心的人，没来行的人啊，没来行的人啊。哦，我从每年的展售会就知道他没有改善了嘛，因为产量是安尼啊，对不？第三点，当然，马岭又啦都是河谷地形的，沿着河的两边，小小的陆地，再来就是山坡了，大约都是这种地形的。你要找个一片一公顷、两公顷的平地，你都很难找了，就拍水了，对不对？就是因为这样子，你更应该去重视它的地形。你长庚住长期都没有做到这一块啊。基隆的地形，马尼有些地区的地形，伊的土质、伊的温度、伊的湿度、伊的气候，适合种什么款的农作物。然后你也给人辅导，你也给人学生，还有你们种什么东西，你们会得到更大的效益。那跟我探亲，大家拢买啊，那也不会，你有做无？我没有看到，我当了快20年议员，我没有看到，都做些枝枝节节的事情，结构性的改变、结构性的思考，通通没有。出地我讲这個，你有同意不？我同意哈，安尼我真知灼见呐。所以我建议讲，我们可以把一些不需要的，或者说效益不大的一些资源啊，都给它浓缩。我们注重这一块，如果从结构性的去研究，对不？如果呢，我前日子我有到那个台南那个曾文水库，你够有跳舞也有解决游览船在那个水库里面走，走到最底处啊，有一个小小的聚落，大约20几户人家，那个地形也是一个河谷地形，叫做谁啊？但是整片都是黄澄澄的柳丁，听说是当地品质最好的柳丁，把人啊一斤卖20元，拢卖40-50元，20几户尔一整片。这是利用地形啊，完全是利用地形跟气候的关系啊。我想呢，你要去琢磨这个结构性的，从根去研究，哦，然后跟那些农民协商，让他们知道。您种东种西，倒不如种啥好种，产量会大，经济给它个管呢，也就个产品。就讲你个岛屿买无个家务娘，台东有一个所在，种一种干哩柳丁或干哩柑仔，迄真较特殊的物件。伊每一年，迄嘛是产量足足少哟，每一年爱卖菜少时阵订单订满啦。迄、那个柑仔叫做栽柑啦，多栽栽啦，你咪食过无？哦，迄、那个栽柑啦，啊，干那许出来才有俩，大概在成功附近啦，大概在成功附近啦，叫栽柑啦，唔爱食过的人就知啊，大家拢学了有着，学了个会得志啊，品质非常好，佫大粒，佫非常的 juicy， 所以我跟你讲，我跟你建议，
一点爱对旧民来着手来研究。你有了这些周边的，譬如说我说 花草或特色的一些我们利用它的地形的水球啊的水灰，让我视觉上有系统的去种植，去让人家赏花很可以吧，对不？然后呢附带的再发展比较有高价值的当地适合当地生产的一些农业，再来才可以谈到所谓的民宿啦、特色餐厅等等，才会应运而生呐、啊。啊，所以我公建委员给您做一个参考了。第二回赛，咱喜欢的马铃又拉比赛，对不？咱调查毕业就好了。哦，你们好好去研究思考哈、哦，有困难的时候再来找我哈、哦，谢谢。时间剩下两分钟了，我们还有郑莹议员跟林明志要玩，我们下午再继续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提早两分钟，我们休息哦。好，谢谢。